开始吼，即个咱较细声，即个上大声有一个回音，搁较细声，搁较细声。喂，开始，搁来，搁来。喂喂，好，好。好，老早吼，咱来开始吼。哎，你按在听着讲要来上课呀？哦，一个朋友在听，哦，啊，伊安怎甲你介绍？
这是台湾政府去甲国际无共款的所在，无论是去纽约，还是去欧洲，去一寡，比如讲联合国内底，吼、哦。联合国，咱若想讲联合国，就是爱去安一块云朵啊，逐个坐伫遐翕地遐，后头联合国。联合国伊是一个区，爱有几人栋大楼，有几人来开会议厅。啊，你去边甲联合国内底，咱有伫遐开会就对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有去即、這个。华盛顿 D.C. 个美国的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特区，哦，啊去遮去办一挂记者会、宴会，啊请一挂就是美国政治的遮个要紧的人参，甲遮人面会，目的是啥物货？第一个就是咱要甲美国建立关系啊，哦，建立关系，因为咱顶头的这个吼，咱两军吼做政府的这个单位啊。就是美国无建交啦，无建交关系啦。啊，伊所讲的话，伊讲伊代表台湾人，其实伊是代表台湾的中国人。啊，所以伊的观念，伊就用这个立场在讲话。所以，做一物件，真正咱本土台湾人其实无发声的管道对啦。啊，咱去建立这个物件，就是有这个发声的管道。啊，这个新闻一出来吼，世界各国吼，拢在注意哦。什么叫做 TCG？ 伊咧。做侪世界大国，像讲德国伊爱注意啥物叫做台湾西标干嘛的，就是 TCG 啊，哦，咱遮写 TCG 有无？德国也爱注意者哦，啥物是 TCG？ 韩国也咧注意，法国也咧注意，讲哎，台湾有一群人根据即个国际法、战争法成立一个台湾民政府，即群人咧讲啥，因咧注意者。遮个国家已经无去听讲啊，新闻咧讲啊，台湾遐个政府政体咧讲啥物货，伊咧注意讲，TCG 这是咧做啥物？啊，咱就即个国际个，咱讲平台国际即个记者会、宴会发表，本土台湾人要解决即个国际地位个问题，咱就应该全世界来讲。好，咱搁倒转来，咱再搁来讲。人讲咱诈骗来，你来遮你啥物货你用骗？对啊，人讲咱诈骗，啊你啥物物件你用骗伊嘛？啊诈骗哦，应该是安尼呢，你搁招十个人，哦诈骗应该是安尼嘛，你招十个人，啊因来吼，一个来咱收偌济，安尼毋就是诈骗，对不对？嘿，啊若是诈骗哦，就准备了，够伫遮会咱互你挡。被单动高单，哦，诈骗应该不是爱换名，哦，对啊，被高单前就开始啊，被高单前迄教授迄是白，迄是靠外口面的，无迄间教授的，阮食饭是看到天顶的，诶、欸，食饭是看天的，对啊，是安尼，二来，啊，咱来看，咱去甲这个美国迄、那个商会啦。商业会，甲伊开会，啊，咱伫遮又挂咱的即个 logo， 吼、哦，伊挂咱即个 logo， 咱伫遮有甲伊直接有一挂联系，所以以后咱若要甲美国遐个人做生意，咱有一个管道会当对遮去，啊，无你用透过啥物货？透过台北，吼、哦，台北，啥物驻外办事处啦，嘿。台北驻中华台北驻外办事处啊，你是透过什么台湾什么政府什么台湾的什么外交部无啦？迄是咱骗讲讲许台湾外交部，其实迄个毋是叫做台湾外交部啊。吼、哦，来，咱再来看哦，足侪人咧讨论台湾的地位啊。啊，台湾的地位，足是种讲法，一种就是讲台湾的地位属于中国的，哦，台湾是中国的领土，一种是讲。台湾的地位还未正常，还未确定落来。有诶讲，台湾地位是即种属地，美国诶属地，吼、哦。有诶人讲，台湾的地位是台湾的人，台湾的土地是属台湾人诶。其实即个讲法吼，拢是偏差诶，吼、哦，拢是偏差诶。啊，咱咧讲台湾地位是啥物货？还未讲真正，咱先来讲。台湾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，即句话，
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哦，即句话毋是台湾民政府讲的，即句话是美国，咱迄个美国过，啊过了，伊伫判决书内底写，台湾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，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无正常的国际地位啦。啊，这拢是判决书，这两个是判决书内底写。当这个判决书一写出来了，咱发觉讲啊，原来这是咱的政府，啊无这是什么碗糕，这是什么物件？咱来去开始对国际法开始去找，到底咱即卖状况是啥物货？大概是要准备要变国家嘛，还是讲咱遐阁是一个殖民地，还是讲咱是一个啥物国家之下的啥物区啊，啥物货？咱在咧找这个物件，迄个找咱的台湾的地，所以咱就开始找，一直找到第一条路，叫做台湾还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，这是咱找到的。啊，你讲头占领，啥物叫做占领？咱若要看到美国人开战车、开飞行机，啊，伫咱遮走来走去，啊，无看到美军走来走去，啥物咱讲？咱遐叫军事占领，就简单为着这条吼，就做一人讲咱占领日本。美国军事政府吼，这个单位啊，迄是写伫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。咱先来讲，这个单位啥物货，到底是安怎样？咱先来讲一件代志，台湾有台湾关系法，你敢知？啊，台湾关系法是啥物货？就是美国甲台湾的关系的法律。先老一辈吼，我爸爸伊咧教，我着听着讲，是流亡证。哦，对，你讲的无毋对，哦，啊，但是你遐小可甲切落开，因是流亡证。嗯，对啦，咱毋是流亡证。对，因在遐过来。嘿，因遐过来，因是流亡证，因甲咱无共款。咱祖先拢活伫遮，咱头有啥物流亡？流亡是对别个所在到咱遮，也是讲某一个所在流亡到另外一个所在，毋是因家己个国家啦。所以呢，咱咧讲流亡政权在台北，就是 Chinese Taipei 的意思啦。吼，啊，伊这有一个英文啦 ，Chinese government， 中国政府 ，exile 就是流亡 ，in Taipei 啦。啊，即简单缩写就是 Chinese Taipei 呢。好，咱再来讲吼，先从台湾甲美国有即个特别的台湾关系吼。先从台湾甲日本无日本关系，日本的台湾关系吼。先从台湾讲属于中国的一部分，先从无中国甲台湾的关系吼，对不对？这个奇怪啊！你讲台湾偏好属中国领土，是咱台湾甲中国无一个台湾关系法，是咱甲美国有台湾关系法，所以咱到找这条路来去解决去，才知影讲啊，去伫啥物货？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再解决去，再发觉讲，是咱台湾会甲旧金山和平条约有关系？哦，问题来啊，73年前，1945年，迄个问题，你敢问啊？你敢问下？咱即摆来问啊。台湾人敢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？敢有？你感觉敢有？无。无吼，无，不要紧。咱注意甲想吼，咱的老爸老母。莫讲咱的老爸老母啦，无老母无啦，无做兵，老爸也是阿公啦。哦，你阵啊有做飞行机呢？有吼，啊你有去起无？啊你有参加无？啊你算有啊。有啊，当然嘛有参加。咱是较难说无啦。咱无对啦，但是因有嘛，啊因有甲会讲讲，哎因的代志还甲咱无关系？无嘛。嘛是有关系。嘛是有关系嘛。对，都是有关系嘛，所以这个问题足重要哦。问少年仔讲。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无？三种答案，一种我唔知，一种有，一种无。啊，都唔知无参与啦。唔知不要紧啦，啊，无是
嘛是毋知影一种啊。啊，若有两种，对两种，一种是有啊，甲日本拍八年抗战啊。啊，另外一种是啥物啊？另外一种就知影真正历史啊。咱甲啥物人拍？甲啥拍？甲联盟军啊，联合国盟军拍，所以咱甲联合国盟军拍，就是甲啥人拍？甲美国拍。所以，安尼连起来啊，咱因为咱先讲着讲，先讲台湾关系法，啊，先说有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啥物三项，先来甲咱台湾写落去，哦，约起来就是，咱有一段历史长战。但是中国国民党因流氓政权来了后，伊甲咱一段的历史洗掉，洗哪洗掉？从接去因兜的中国历史啦。什么历史要洗掉？就是咱的时代人，咱的阿公阿嬷因迄个时代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这段历史总无去。这段历史无去，咱煞唔知影讲先咱台湾甲旧金山和平条约有关系。先说咱会甲美日安保条约有关系，先说咱会甲美国军事政府有关系，先咱有一个流氓政权在台北，咱唔知咱甲这个流氓政权在台北当作是咱家己的政府啊，咱问题出伫遮，所以咱紧找着啊，哦，开始来解决问题。所以这咱唔知啊，啊咱唔知说讲，啊过去咱有一个政府啦，啊又甲咱戒严啦，啊安怎样，咱唔知，咱个唔知讲，哦原来算开始1996年开始会当登票，哦，讲全民会当登票，家己选家己的总统，迄个时阵，较知影讲，哦，本来这个总统是需要修订一个美国来的贺电。伫这个日本三一大地震的时阵，咱有一个新闻有走出来，啊，今仔日无法度讲 AIT 伫海关遐设一个迄个岛啊，啊，因就会当接因的美国籍的这个官员，这个美国籍的。诶，即个官员的家属入来台湾，即个海关决定咱掠准即个国家的政府的海关的头前面的设海关的。AIT 是一个民间组织、民间单位。照你讲，咱的理解，民间组织应该比国家较低嘛，较细汉嘛，单位较细嘛，应该是美国人通过咱的海关了后入来，啊，互伊直接啊，会安排去做。坐车，还是讲要去做挂饭店？唔是哦，今仔日这个 AIT 是伫这个海关的头前。这个新闻，迄个时阵，多数人拢看无。后来咱去参加，咱去过美国了，开始有这样物件出来了。啊，原来哦 ，AIT 做类似啦，美国伫台湾的咧管理的单位。表面来看 ，AIP 是一个民间单位啦，但是呢，咱这个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，这个地理当局，就是 Chinese Taipei 这个中华台北这个单位，爱听伊的命令。安尼咱就知影讲啊，安尼后下，咱两个去，咱就知影管理台湾现处是上界大的权力的，啥物人？美国，就是美国。安尼，啥物意思？咱也伫美国占领中诶。咱你家己着，啊无你讲，美国占领中，你若讲美国占领中，啊无你看你是要开做美国一州，吼，还是美国领土，亲像夏威夷安尼，啊你着来处理刚好，美国都无安尼，因为主权诶问题。天皇伫主权，头一开始咱咧讲天皇主权的时阵，无啥人敢讲，无啥人敢听啦，是安怎？因为若讲到日本哦，咱足侪互国民党教的遐负面的印象就走出来啦。啥物叫做负面的印象？日本人小日本鬼子，有无？日本人有内无配，有无？日本倭奴，有无？日本倭寇，就是这种。这种负面的完全把迄个日本的迄种印好的印象的物件，拢拍算的迄款的观念就走出来，啊，这就是
即、這个流氓政权甲咱注入遐毒素啦。因为当咱咧配上即个日本的时阵，就咧咱咧批评咧，咱讲万分啦、啊，也是仇视啦、啊，等等，咱咧批评攻击即个日本的即个文化的时阵哦，等于咱咧攻击咱的时代。因为咱的老爸老母，咱的阿公阿妈，因就伫迄个时代内底，因一出世，因就是日本人，对不对？到讲因一出世，知讲，哎，我毋是日本人。因一出世，伊就伫迄个国家，伫迄个国度内底。即摆问题啦，咱是安怎去甲美国过？因为伫迄个时代，因一出世，因要出国，因摕啥物货？啥物国家的护照？日本国的护照啊。迄个时阵叫大日本帝国嘛，一直到1945年，流氓政权来。1945年10月25日，因来，伊甲咱骗，骗讲啥物话？台湾光复啦。啊，其实毋是台湾光复啦，其实是美国军事政府盟军的第一号命令麦克阿瑟叫蒋介石来。实现军事占领，替美国实现军事占领。因为这件代志，这个军事占领到今仔日还未该结束。啊，我讲了，安尼清楚哦。所以，即摆足侪人唔知影这件代志。咱甲这个军事占领，这代理美国军事占领，这个单位，甲当作咱的政府挑衅，伊是流氓政权呢。伊流氓政权袂使就地合法嘞，你也知影啥物流氓政权袂使就地合法。流氓政权若是会当就地合法咯，安尼世界大乱啦，世界大乱啦，哦。啊，你敢知影啥物会大乱？你敢知？啥物流氓政权若就地合法会世界大乱？你敢知影是安怎样？不是，流氓政权袂使就地合法，就是讲哦，流氓政权是一个国家的政府。这个国家吼，若要存在的要素就是土地、人民、政府、主权这四项嘛。吼，流氓伊就是离开因家嘛，啊离开因家走去别人因家嘛，啊走去别人因家若就地合法，你敢知会产生啥物问题？你对，简单讲起来讲，我离开阮家，走去恁家，啊，甲恁家当作阮家，你敢会使？你敢会同意？袂使嘛？啊，我讲的，诶，世界大乱就是安尼。伊若若不是，就甲你派流氓政权去，啊，我甲你占领，我甲你占领，到尾全世界拢变成中国的。所以流氓政权袂使就地合法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到这，咱再来讲。咱讲美国军事占领中，咱知影即摆还阁占领中，啊问题来啊！一开始咱咧讲，安尼敢会美？咱属伫美国一州，有人安尼讲嘛？一开始咱早期的观念嘛是安尼啦，早期观念，因为判决书还袂出来，当咱判决书出来了后，好，咱有确认一件代志，叫做美国军事占领，毋是美国的一州，好，安尼这是啥物物件？到底是啥物件？咱讲伊个玉啊，一直讲乌啊，美国最后一直讲乌啊，他了解讲啊，美国军事占领中，军事占领的意思就是讲暂时的啦。啊，若占领，我占领你的物件，我就是占领者，你是被占领者，你是互人占领的。啊，美国军事占领。啊，占啥个？咱着去找着啦。美国是占领者，有一个被占领者，找，诶，找去，敢是台湾人民？毋是咧，若是台湾人民的话，咱着会当独立建国啦。即个土地、领土有一个主权的，迄个持有者，吼，也是讲主权的拥有者，约起来。玉璧就偏好。全世界伫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有足侪帝国，有足侪国家，有国王。到今仔日，还阁有像泰国、吼、英国、
吼，因这有诶国家咧，各拢有国王嘛。古早时代诶帝国国家拢是有国王，迄、那个国王对即卖诶咱来讲，叫做犯人呐、啊，国家法人呐、啊，就是讲咱拢是自然人嘛、啊、吼，自然人是人生出来就一个人格啊，啊，咱会当甲人交往，会当甲人做生意，会当甲人彼此联系，这叫做自然人。在法律上有一个人格，所以公司嘛是一个法人，公司伊若要设单位，就设一个法人，啊，伊就对话窗口，啊，规个国家嘛是一个法人，啊，迄个法人的最高者代表者，日本天皇，所以法人拥有所有的领土的主权，所以来咱吹点讲啊，日苏美战。美国占领日本天皇所属的领土，是安尼搞起来。啊，所以要咱无迄个美属美占的讲法啦，因为美属的话就唔免占。好。对。这就是咱的问题嘛，你到底是要甲面对、甲解决，还是目睭起起放无好代志？啊吼，啊，惊孙以后会解决啦，啊，惊孙以后会解决啦，这种讲法拢无确定的啦。迄个我含含跋筊，啊，要欠钱的时阵，啊，我惊孙以后会解决啦，有无？迄就是这个意思嘛。你代，你甲债务，你甲问题放互惊孙啊，恁这代都唔解决啦，惊孙后人去解决。咱即代也无甲努力甲遮个空间甲伊开出来，甲伊拓起来，透可能吼，互子孙解决，因着解决个机会就无啦，吓啊！你顶要做少年工资者，遮个？啊，啥物货？你安尼遮尔少年工资者，遮个？就这，拢一个人拢爱一个，吓！来，咱来看这个新闻吼，这新闻是即个前年啦，2017年，哦，2017年二月。日本，因为咱即摆咧看新闻，拢用即个咱讲个国际法律咧看嘛，吼、哦。较早咱咧看即个新闻，咱想讲，安倍晋三吼，即、日本首相，伊咧讲要甲北方四岛退来。啊，较早咱着，咱啥物人知影啥物叫北方四岛？无人知啦，你若无了解日本个，无人知影啥物叫北方四岛啦。后来咱读战争法了，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北方四岛是北海道以北遐有四个大岛，即抑阁是。日本的领土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叫伊叫啥吼？安倍表示，为了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与未来蓝图，将努力想办法解决缔结和平条约，并不容易。哎、欸，伊讲要缔结和平条约，啊，咱想讲，啊，日本是甲三党相拍哦，他也要缔结和平条约，想无啦。后来较看，咱有一本册叫做《迄个新台湾论》，啊，你若去看内底都。讲着遮个历史，这是啥物货？北方四岛同咱共款，北方四岛就是二次世界大战，麦克阿瑟吼，即、這个咱迄个时阵的苏联的占领军去甲因占的啦，占到今仔日还袂还啦，就是即个北方四岛啦。啊，咱是即个国民党遮的占到今仔日还袂还啦，啊，占领还袂还，就准拄煞。搁一群台湾人，搁加入因家的选举，总走入因的体制内底，搁继续努力台湾人，咱就是即、這个，伫北方是老单不行的，问题作甚的，啊，即下日本要来面对即个问题，所以呢，要先来要签即个和平条约，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吼，三个国家无签啦，一个印度，一个中国，啊，一个迄个中国甲苏联啦，这三个国家无签啦，啊，无签伊就爱签。其实讲起来，中国嘛算有签啦，但是签了伊就结束啊。迄咱搁另外搁讨论啊。你看，即个即摆叫做俄罗斯诶，即个普京吼，伊就讲，咱北方四岛，咱先两了呢，我欠你4万块，啊，你讲我甲你讲，我欠你2万就好啊，你敢袂？
无爱嘛，他有人咧嫌一半诶，要嫌嘛，总嫌，他有咧嫌一半诶。啊，伊这意思就是安尼，啊，无咱会当嫌两粒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嘛是爱透过讲这个法。啊，啥要签这個？因为战争吼、哦，有战争法，战争诶法律咯。啊，迄是凊彩讲，我甲你搏一拳，啊，甲你拍一下，你有做战争法？伊要战争，迄有条件诶咯，爱先。宣战，爱讲安怎样？当时要开始战，啊开始拍到当时哦，会当宣布天战，啊过来签合约，迄拢有条件的，迄拢有方法的。咱毋知影迄个物件，也啥物你毋知影迄物件，因为当代人若知影这物件，咱就知影安怎争取咱的权益啦。啊，国民党教育袂甲你教这個，因为伊就知影伊无合法的，伊在想办法让家己这个统治的地位吼。亲像合法的，爱固固当当，伊毋则坏了。所以这物件已经掀起来，啊，再看美国要当时要处理，吼、哦。啊，再看这啊，这是奇怪啦。你讲台湾人选出来总统，啊，有一天伊想要撤离，所以在模拟总统撤离。谁人伊要撤离？上新闻造出来，咱两知到底谁人伊要撤离嘛？2017嘛，来。伊讲模拟共军斩首总统撤离，我看到这句话了后，我才知影讲啊，伊流亡政权的本质走出来，旋转。因为流亡政权伊早时伊就伫中国内底，国民党、国民共产党两个相斗啊，啊国民党怕输嘛，所以伊才走来咱遮。伊若拍赢，伊即马就统治中国啊，伊就是因为伊怕输，伊才走来咱遮。伊怕输走来咱遮。伊甲咱骗讲啥物话？伊骗讲伊是正统个中国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伊要反攻大陆。啊，是讲迄阵仔国民党，和平霸占。毋是和平霸占，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个关系。因为日本迄时阵咱战败，咱问题来啊！即、这个国民党来讲，我是正邪国家正邪国，啊，一阵人就去甲阿，哎，我嘛是正邪国，我嘛是中国人，啊，就变，咱讲政治健康嘛，政治健康的意思就是讲，我选迄个对我有利，啊，就拢走过迄边，啊，所以日本人嘛咧看恁台湾人啦，哎，恁倒一群人，少数的人。背叛家己的国家，啊，从走去中国国民党遐，真侪人安尼啊，即摆真侪人安尼啊，哦，啊，即模拟共军斩首，你就知讲啊，伊即个中国体制嘛，所以伊落跑来遮嘛，伊嘛一天准备要落跑，随时拢要落跑，所以伊惊共军甲斩首啊。咱爱厘清，咱爱清楚一件代志啊，即毋是讲咱咧替中国。共产党咧讲好话哦，毋是哦。咱来厘清一件代志：中国共产党，伊迄个时阵追杀的是中国国民党，毋是追杀中国，毋是追杀台湾人啊，伊是追杀中国国民党。所以国民党才会走来咱遮嘛。问题出伫台湾人甲咱家己当作和伊共款的人。就是人咧冤家，啊，咱伫遐重新做甲变锁住安尼。啊，伊即摆来轰炸，来轰炸台湾是啥物？是日本还是？啊，你头拄仔毋是讲过啊？免拍讲。对啊，咱就甲伊拍中了嘛，伊甲咱轰炸，他有可能日本甲咱轰炸。咱来着，咱哪无去了呀？咱安怎？咱倒是台湾的啊，免甲伊拍嘞。免甲上拍。无啦，迄时阵咱就参战啊！你头拄仔毋是讲啦？参战以后就无，咱迄时阵甲因拍，就是甲美国拍轰炸，就是因来甲咱轰炸。咧拍的过程啊，伊甲咱轰炸，签约了后才停止的嘛。啊，安尼日本就是迄两粒核子炸弹。原子弹。原子弹吼，用威日本广岛。对。啊，咱遮嘛一粒啊，咱这粒蒋介石啊。啊！就少介少，即粒石头电来，咱就
所以唱到今仔日啦，嘿啊。哦，对啊。这两粒，因一粒咱一粒无啦，因两粒啊，咱一粒啦，因两粒关注团，咱一粒少介少啦，少中情啦，嘿，即个人带来，咱讲二二八啊，着白色恐怖一定来啊，安尼啊，对啦，啊，咱从台去的哦，差不多安尼啊，哦，太正规哦，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 ，AIT 一直是咱关注的焦点啦，因为伊咧代表美国的声音啦。哦，也代表美国的声音啦。哦，啊 ，AIT 有一挂新闻造出来哦，陆战队进驻 AIT， 这个新闻作变作作敏感的啦。啊，因为多数的台湾人无受到这个国际法的这的洗礼，无受到国际法这的信息的训练，所以这种新闻就看过了，就刷当作是新闻尔，无必要去讲到底这发生什么代志。啊，咱注意看哦，这是咱俩种好多政府的官员啦。听讲 AIT 驻陆战队，这李大伟讲，哎，没有全决定，伊讲一句话啦。啊，你讲听有，伊到底是有进驻啊，无进驻？啊，有啊，全装有。啊，伊迄本来这个款就伊个啊。对。欸、但是咱无想着讲，先怎款伊个？那讲先怎伊有款啊？先怎美国款是安怎嘛？原因伫倒位？伊个法律根根源伫倒位？啥人授权吼美国会当安尼做？咱无想着遮，啊，咱着去了解去约，啊，就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《美日安保条约》啊，就是遮物件。啊，咱咧讲遮物件吼，讲坦白，甲今仔日所有大多数个人个拢无兴趣听这個，对不对？趁钱就好啊。我管他伊美国啥物人是做总统，啥物诶，拢是安尼想诶嘛。我民党教育先真先讲啦，教教咱大家拢安尼想吼，着先讲啊。因为你拢未去为着未来想，啊，你着好好啊趁钱，好好啊过生活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因即个统治者诶观念毋是安尼。民主意识。因诶观念毋是安尼，你好好啊趁钱，好好过生活，后壁诶意义着是你好好啊纳税金互我啦，安尼啦。你好好啦，对，你好好啦，税金纳予我，我这个外来政权，我继续安尼输你的血，哦，饿你的骨，啊，我好好啊食吼，肥肥叫我退退，啊，恁好好生活好，恁卖乱，哦，恁要爱迄个娱乐的，我着做予恁，哦，恁要爱啥货，我着来予恁。嗯。对，一定爱这个，啊，毋过有几个人，我想要脱离这种物件，哦，好来。咱来看哈、哦，伊讲由美籍人员与当地雇员合作维安，哈、哦，维护安全啊，维护安全。好、哦，后来这个新闻哈、哦，这新闻咧讲啥物货咧？讲中国吼、哦，伫南海吼、哦、做掠岛啦，啊，伊甲迄因的炮吼、哦，因武器甲架起啊。但是美国讲，这是公海呢，你太会使伫公海做掠岛啊，甲你个因的炮甲架起。啊，是咱中国要安怎做？重点来了，中国伊讲台湾澎湖是伊的领土，伊讲南海嘛是伊的领海，拢是伊的，台湾海峡嘛是伊的。若是伊的，伊派着家己做一粒岛，伊着南海凊彩叫伊一粒岛，伊着甲上陆、沉陆去里头啊，伊派着家己做岛，就是因为毋是伊的啦，就是因为毋是伊的哦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新闻造出来之后，伊讲不爽中国武动南海，武器啦，武力动到南海。美国称摧毁小岛没问题，就是伊做迄粒岛啦。美国讲啥物话？美国未去让中国伫南海的军事活动惊着啦。伊讲我们在摧毁小岛上很有经验的，啊，因为像啥物核子弹试爆啊，啊，拢做迄粒细粒的，嘿啊，啊，所以很有经验。咱来看这个就是正面，咱咧讲的美国军事占领，这种的占领是中国因的发明，因的声明，伊赞同这种方法。但是咱咧甲台湾人讲，美国要搁军事占领台湾甲澎湖，台湾人唔相信。但是全世界拢知影，敢若台湾人唔知影。
啊，这就是最吃辣的所在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嘛。伊1958年9月4日的伫北京，伊发表伊的领海宣言。伊讲伊领海有偌大、偌宽，有啥物岛、啥物岛有诶无诶啦吼。啊来，伊遮来讲嘛，伊的领海就是中国的领海嘛吼、哦。啊，包括啥物渤海、金州、啥物中国内海，吼、哦，基线以内的岛屿，包括东引、高登、马祖、大小金门、大胆、二胆，这拢是中国的啊，对不对？无毋对嘛。但是很多人把金门跟马祖当作是我们台湾的，现在也带我们台湾，那是错误的观念，完全错误的观念，因为这都是中国他们的领土。你要去想哦，你去想啊，台湾跟澎湖若是中国的，为什么他们选择一条？你看他们第三条，第三条说什么？所有的外国飞行机军用的船没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允准，袂使进入这个领海，甲领诶，这个领海的顶头。伊讲袂使哦，你若无阮政府的，中国政府的允准，袂使入来哦。第四条来啊，第四条吼、哦，伊讲以上一甲二的规定，同款适用伫台湾甲澎湖啦。啊，搁南海、西东沙、西沙、南沙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海事，伊才有一个注解。台湾甲澎湖地区，也搁有缘吼美国武力侵占。哎、欸，人中国人知呢，台湾甲澎湖也搁武力占领中呢。但是吼、哦，歹势啊，毋是占领导的啊，这台湾澎湖毋是领导的。因为你若讲台湾澎湖是领导的，你甲写伫头就好，毋是领导的。伊知影咱也搁占领中，但是。不是引导，但是伊要讲引导的，你敢知谁那伊要咧做？伊就咧错乱啦。不是，因为伊即摆规个海线吼，就伫因的领土边啊尔，伊无法度入来这个太平洋啊。啊，伊若咱取得台湾甲澎湖，哦，伊就规个拢了。伊就安啦。伊就咱讲，哦，来。美国太平洋舰队吼，证实军舰通过台湾海峡。哎、欸，美国的军，这个军舰走入来呢，啊，军舰走入来，你敢有想着，你敢有经过人的允准，人中国政府的允准？无呢，美国要甲塞入，甲塞入。你敢知影啥？美国要甲这塞入？就是迄，我唔知影你知影无？前一阵仔无讲，常咧报讲中国的飞行机伫咱遮安尼咧塞无？中国的飞行机若伫咱遮咧说，美国来遮意思就是讲，遮广海，我嘛是会使来，吼、哦，这毋是恁的私海，吼、哦，这毋是恁的私海，我们赶快入座。啊，所以呢，美国太平洋舰队证实军舰通过台湾海峡，今天摆这几条新闻，美国太平洋舰队入来时阵。中国讲啥？我们可以允许你借过了，哼！伊讲我们可以允许你借过了。啊，所以呢，你来看，这件代志证明啥物货？台湾海峡是公海，台湾海峡不是中国的私海，好、哦。啊，你来看，伊甲你讲啥物货？东沙群岛什么是中国的岛屿？是吗？这个声明哈、哦，1958年9月4日的领海声明，证明了一件事情，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了台湾澎湖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、武力占领、军事占领的意思了。但是不是占领你们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？不是的。我要跟大家讲的，台湾民间有伫遮咧讲。全台湾人讲，台湾澎湖还在美国军事占领中，这件代志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甲咱证明这个讲法，只是咱唔知影，台湾澎湖唔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安尼啦，好，后来咱去看啊，这做错咩？金门、马祖、
都是中国的内海，都是中国的岛屿。所以金门马祖的人要办理美签，他的国籍上面会写什么？就是写中国，就是写中国。啊，所以之前有一个新闻，你去查啦，你来上网 Google 你就查金门马祖办美签安尼的一个那个新闻的影片出来了。因记者就去问，访问迄金门妈祖啦，讲哎，那办免签为什么都上面都写中国籍啊？好，不写中国籍要写哪一籍？写控韩籍，啊，是咧写什么籍？金门马祖就是中国的领土啊，当然属于中国啊，当然 nationally 就会给你归类为中国、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上面建不建球的？啊，如果要改，请问要改成什么？金门马祖啊，如果不写中国籍，请问要改什么？金马共和国，所以简称金马籍，金马籍哦，不是吧？哦，咱再继续看。川普哦，美国总统，金马全世界权力最高的总统，签署了美国的国防授权法。讲啥物话？即你爱知即八条是啥物意思哦？即八条就是我签的法律、签的条约、签的所有的东西，后面是武力帮我支撑的。美国的武力，甲你赞成，表示啥物话？上界强的武力军事，甲你拼就对啦。美国中总统讲的话。就是后壁有一顶军事武力来听，所以所有的国际法讲话大声，就是表示伊后壁的军事武力有够力。啊，你若去查吼，你若去查吼，美国吼足憨个个，足憨。我讲外行，你敢知？咱知影迄个奥多麦啊车啦，吼，那弄歹去啊，是安怎样哦？拖去报废厂嘛。啊，他就会把零件拆掉，哦，啊、好的就留下来了。那个地方叫做台霸店，哦，台霸店，哎，拢留了啊，就是一种报废厂的店。美国有战斗机的台霸店嘞，伫沙漠嘞，有轰炸机、战斗机的台霸店。换一句话说啦，美国把最新的飞机派出来，不要打，用撞的，用对撞的。跟中国全部都换，对撞撞完这样子换掉，他还可以从沙漠把老旧台那种沙漠内底吼，那种台把给拖出来，从中海变飞起来，就在那跟你跑。啊，你会知美国多强啊？什么人在升台把顶，升到一样有战斗机的台把顶？你上网查啊，上网查那个沙漏厂，美国战机、美国飞机沙漏厂。你就看一片沙漠，来过来吃一片，这是看会到的哦，啊看袂到的，咱就不知啊。哦，好，来，美中贸易谈判，这两天的新闻嘛，中国不是派一个什么人去啊？讲去甲美国总统啊坐伫头前听讯，讲澳门。习近平用罕见的口吻跟美国总统请安说，啊，我一见到你就如同认识很多年的朋友，恭喜我西塞，在美中贸易 的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各退一步好吗？跟电脑啊，国际的新闻造成，美国总统会加油吗？你感觉呢？啊，来，这个新闻你也知影，这是迄、那个。2017年啊，前年啊，咱组一团去甲这个天皇接收，吼，天皇接收。啊，这重点是咱的迄个民政府代表机，咱摕入去皇宫内底，有个人完全无了解这层的意义，完全无了解。你也知影这啥物意义哦？之前咱摕这机哦。有代购的，台湾共和国的啦，伊嘛客人机也入去，你知无？啊，客船翕相啊，毕业啊，讲伊嘛咱客入去啊，
客机啊，去你遮有较了不起吗？你感觉有较了不起吗？有安怎样吗？咱根本就毋知影意义嘛。啊，你甲台湾讲讲好国的机啊，客机里底安尼表示啥物货？表示讲你偷渡成功嘛，是安尼？你根本就无了解迄意义啊！伫遐咧欺骗讲哦，我嘛客机要客机啊，入去啊，迄有啥物意义？你爱知影？民政府代表伫入去皇宫是啥物意义哦？你敢知？毋知吼？民政府代表伫是表示啥物货？是咱要甲天皇祝寿，天皇嘛是咱的天皇，即层的意义。第一，天皇伊若要新民啊，伊就要叫做天皇啊，了解吼？伊下骹若无新民，伊嘛无叫做天皇哦。啊，你若去无了解这意思，我去简单讲一下。一个少年仔，伊若甲因女朋友结婚，伊就变翁仔某嘛。啊，未结婚之前，伊无叫翁，伊也无叫某，安尼了解无？伊迄是相对关系啊。因两个生囡仔了后，伊就变父母啊。因无生囡仔，伊敢会使叫父母？因就无迄个父母的职，咱讲职分啊，是迄个称谓嘛。所以父亲之所以称为父亲，是因为他有儿子或女儿，对不对？那儿子或女儿，他至于有他有那个儿子跟女儿的称谓，是因为他有父亲，这个是相对关系，他必须同时存在。啊，你讲嘛，啥物？我也可以认养啊，这个啊，我迄种歧视，我即摆咧讲的是迄个对价关系啦，吼，迄个对称的称谓关系。所以天皇伊若无臣民，他就不称为天皇。反过来也是，臣民没有天皇，他不称为臣民。好，但民间都是定啥物啦？这定的是1945年啦，1945年9月。哦，9月6号进前，你若伫台湾有伫户籍根本内底，日本时代户籍根本内底有登录的，哦，有登录，你的户籍是在这里的，你就是大日本帝国的时代的国籍的人，以及你这些人的后代，都是这一群，这个法律上集体的这一群人。的所谓的日本的臣民，所以1945年来咱遮的遐个中国人，伊就讲咱遮拢是皇民，对。我们在法律上的身份，我们是皇民。法律上的身份啊，啊，如果你会觉得怪怪的，我告诉你，怪怪的是因为我们被洗脑，所以我们觉得怪怪的。我们不了解法律跟感觉的差异性，那个分界线在哪里？好，啊。我把这个东西说得更清楚了。林书豪是美国人还是台湾人？啊，你觉得林书豪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他是哪里人？美国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登记是美裔。美国籍的，不是美裔哦。是台裔。台裔，美籍。林书豪是美国人，没问题吧？但是有人说他是台湾人，他在讲台湾人，你也知道他在讲什么吧？他在指在血统上，他认定他是台湾人。好，这样很清楚啊。来，南哥说看你来，奥巴马是美国人还是非洲人？不确定。哦，奥巴马当然是美国人啊。要不然他怎么当美国总统？对不对？美国人拿美国籍参选美国的选举，当上了总统，没问题吧？但当有人说奥巴马是非洲人的时候，他在指什么 ？DNA 吗？那请问，我们谁不是从非洲来的？对不对？用现代人类。人类学，你当然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吗？谁不是从非洲来的？哦，所以讲血统、讲 DNA， 我们分不清那个是什么东西、啊、
我是安讲分不清，阮老爸若是英国人，老母若日本人，生落来我什么人？你怎么分？破一半啊，无可能啊！所以我们在认定的时候，认定国籍的时候，是从法律层面。但是这个法律有一个条件，自愿的认同。当你可以选择的时候，你的意志选择我要做什么。等你选择我要选做日本人，等你选择我要做美国人，请你为着你的选择坚持下去。所以有人说啊，我要移民哦，去美国哦，做美国人哦，结果一世人都无爱讲英语。啊，人讲啊，中国偌好啦，遐大好都偌好啦，哦，啊过来使用美国的资源，啊讲美国偌歹都偌歹，啊讲中国大好都偌好，啊结果拢无爱去住中国，啊若破病出去听，就走转来台湾健保。请问你这种叫什么人？啊，一种叫什么人嘛？对不对？不是一群人吗？移民嘛，移民去美国，啊，说中国多好，台湾应该跟中国统一啊，哦，啊，伊搁有去住中国，啊，破病倒来有健保，这种人哦，这种人叫做笨死，真正无客气的啊，你拢要用上好的资源。啊！你拢无认同迄上好的所在，啊！拢要甲上好的换去上歹，他有这种人啊！啊！所以咱摕这个旗仔表示啥物咯？咱甲天皇讲，台湾才有你的臣民啊！咱活伫政治人格啊！天皇啊，你敢知影这个代志？天皇啊，生日快乐！天皇啊！台湾的人，台湾的市民，还佫活伫政治内底。我今仔日直接讲吼，是伫遐咧讲咧仇视啦，伫遐咧分族群啥物，你要搞清楚，咱今仔日咧讲的是法律上的认定。我在情感上，我可以认定那些1949年从中国逃难成为难民来到台湾，在这里，无论是一代、二代、三代的这些人。因为甚至佫比咱较疼台湾，比我们还爱台湾。我认同这群人，我也把他们视为台湾人。但是你爱台湾，不需要把台湾宽宽的看等于中国吧？不需要这样吧？所以我今仔日要讲的，很多人都爱台湾，最爱台湾的人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最爱台湾人是谁？习近平啊，他最爱台湾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比他爱台湾吗？他不惜用武力要取得台湾呢，你有没有这种决心？我不惜用武力保护台湾，没有啊。那不惜用武力用飞弹要把台湾抢过来，你知道人家的决心有多大吗？那我们的决心有这么大吗？我们不惜。用武力或者不惜用生命保护台湾，我们有这种决心吗？没有啊，所以在笑笑说，哎，那恁家的台派拢无路用，就是安尼。不惜用嘴炮。对啊，不惜用嘴炮嘛。为什么？我们也只剩下嘴炮而已，不是吗？因为我们买的炮，我们都不能用啊。我们买的炮都要经过美国允许才能用啊。啊，所以这里。不是好见啦、啊，那是根本就媒体不常见啊，然后就大惊小怪啊、哦。对，2017年，这很晚了呢。我们2009就有了呢，那2017才报道出来说好见。你看呢，伊就是要去吸引人家的目光，嗯，是等于做咩？对，好，啊来，这个物件吼，咱去的时阵足侪。一开始，在地日本人伊毋知影这是啥物意思，等咱家解释了，全部人老外知。哦，原来咱的历史是安尼，原来咱的咱是会当接起来，
啊，即摆有偌济人袂记哩中日本时代咱即段历史？我上网去找吼，讲到迄个铁路啦，台铁啦，吼、哦，铁路台湾的铁路历史吼、哦，竟然没有日本时代。你上网查台铁他们的那个网站，他没有，他直接说什么大清什么同治年间啊，什么皇帝开始就有什么铁道的工程什么，就接到那边去了。日本时代阶段完全不见了，就是刻意要消灭你的历史，刻意要消灭你的历史。来，这新闻哪个说的？讲哦，台风袭台三日，对不起，台风袭台，啊对，三日，三个日舰的啊，三台日本的舰艇。潜伏高雄外海，按今日新闻公上面为呢，伊讲7月10日到11日，日本海上保安厅三艘大型公务舰艇，本身所属日本海域管区，群聚在高雄外海潜伏了一天，行踪诡异。哎，显然日本公务厅的舰艇也可以来台海。你也知道、海上保安厅，美国跟日本有签一个美日安保条约，它所防守的范围就包含了我们这边，包含了我们这边。所以，如果台湾跟澎湖是中国的领土，如果中国非常有理由可以直接开战，因为他要捍卫他的领土。可中国为什么没有开战？我告诉你，台湾澎湖如果是中国的领土，它根据万国公法、根据自然法、根据这所有的国际条约，它可以直接宣战。可是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？就是因为他没有根据啊。对啊，你要开战，你要战争，你爱稳定哦，你爱有目的，你爱有。一个立基点哦，台湾澎湖，我的领土啊，我要提出证据嘛，然后开战，我要把我的领土取回，因为不是，所以无法搞。但是中国很想要开战，为什么？他要找理由。哦，我已经帮他想好，我已经帮他想好了，哦，我已经帮他想好，我之前有讲，中国要开战，他只有一招啊，制造台湾的动乱。利用台湾亲中的或者是中资的媒体制造台湾动乱，制造动乱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跟国际宣称，我要保护我在台湾的中国那些侨民啊，我开战，只有这条路，不然没有其他的路。美国不会主动开战，美国不会主动开战，所以。未来万一社会有超级大风，其实现在的社会开始，你注意媒体开始在制造这种火花，哦，干嘛要一个物件无含无掺翻，迄、那个咸椒啊，尔就会让一群人围伫外口，对不对？不加辣椒的就可以变成新闻啊，就可以群聚一群人在那边。你想，媒体要制造动乱多简单，最近的新闻都这样子哦。啊，会一直很刻意、很细腻的报道受虐儿的新闻，激起台湾人民对这种社会议题的公愤，啊，你就会有那种人民的恐慌感跟那种想要泄恨的那种东西出来，然后再制造那种司法不公，然后公法。因为那种政府的法律施行不彰，所以有施行出现，输得还严呐，输严，所以有这种对立感、落差感造成。最近的新闻也去观察，大概会走这个路线。为什么？赶快刺激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，对有钱人的。
仇富，这刺激这些社会的动荡因子。你要知道哦，这种刺激的情形之下，很容易生出一种共产党的温床。啊，反正都拢拜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咱跟咱共产党都袂拜啊，咱大家拢同款，对，安尼想，哦，对，安尼想，对。来，这每日军演，10月29、11月8号，这是这个去年的哈，哎，美国、日本联合实战的是真正怕。实战军演，军舰跑，哦，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。哎，中国你不是讲南海你个，啊人伫恁兜先拍，恁就出去，甲看好走，对不对？中国自己宣称的啊，他们自己宣称这些都是你们的内海，哦，以上一二你加嘛。都是中国内海，两项规定，南沙、东沙、西沙都是属于中国的岛屿跟那个内海，人家在你们内海演习呢，你怎么可以轻易的放过他们？中国为什么没有开战？因为那不是他们的啦。好，那你来再听我简单比喻的啦，我简单比喻。我伫恁家门口靠先拍，你会当甲我阻止袂？袂使啦，恁家门口毋是恁家的呢。我若走去恁家内底先拍，你会当甲我阻止袂？会使啦。啊，你知道那个权力范围的观念了吗？差点，你着叫警察来啊！系啊，啊，歹势吼，因伫外口，因两个就是警察，因两个就是警察。来，这新闻是说，那美国国防部拒派陆战队进驻 AIT，CNN 讲的。哦，啊，重点是说 AIT 会进驻陆战队的。你要知道哈，这种敏感的新闻哈，会先释放出来一个正向的敏感新闻，再释放另一个抵消这个新闻的负面新闻，所以就可以降低敏感。但是这个新闻都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。AIT 美国在台协会将会产生变化，哦，将会产生变化。来，这更多注明啊，这个是2018年，哦，去年4月份的时候，100小时攻下台湾，不给美日调兵时间，这是中国讲的哦。中国说我不给美日调兵，他要攻下台湾。昨天一个新闻。昨天有新闻，哦，美国的，来，这个是美军一星期内，就是在讲这昨天的新闻，在讲这个，可是这是之前的新闻了，昨天再重复的讲一次了。中国落打台湾，美军一星期内搞定解放军。昨天的新闻是什么？一星期内可以歼灭65%的中国空军了，65%了，美军一星期内就可以歼灭，哦，65%的那个中国空军了。100小时等于几天？啊，4天多嘛，啊，4天多嘛。啊，美军要一星期啊。啊，他说，以中国讲，我不给美日调兵的时间嘛。来，你看这，2018，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排水量3250吨的科学研究船，啊，汤马斯号。现在正停靠于高雄港九号码头，就是讲美军，伊就研究船，伊就塞入来，就停伫高雄港啊。啊，你中国讲我不给你调兵时间，啊，我就停伫遮，我要调什么兵？所以美国咧算，拢算去较头前去。我甲大家讲哦，你慢看这一排尔。你新闻是看一台，啊，你无看到的，到无出来，到停，唔知，搁有几台，唔知，伫水平顶头的几台，唔知，
伫水面下骹的几台，你嘛毋知。所以到时若拍的，规个拢浮起来，啊，你就知影。哦，你就知影。所以新台湾论，新台湾论，咱去看，咱就渐渐的，咱去了解。哦，台湾偏哦，咱的国际地位到底是伫倒位啦？吼、哦，到底是伫倒位啦？啊，咱今日上台讲的，就是认知错乱了。咱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了，我们就会被绑架，被绑架绑进去中华民国了。哦，民进党哦，民进党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林的决定哦，伊决定啥物货？问题来啊，伊讲啥物货？经由多年与全民的共同奋斗，逼死国民党，啊、哦，放弃戒严与一党专政，接受民主改革，达成1992年的全面改选，1996年的总统直选、修宪等等，以使台湾事实上成为民主独立的国家。你觉得对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觉得对，你要去了解，你要说服别人说为什么他对，然后你必须要接受我现在的质疑。我质疑什么呢？如果这个陈述是对的，这个前言的这一段陈述是对的，台湾事实上成为民主独立的国家，这句话如果是对的，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，请问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他的独立纪念日是哪一日？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，他有独立战争嘛，他有独立纪念日嘛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台湾这个独立的国家独立纪念日是哪一日？那有人就会回答说，哎，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不知道，1996年总统直选，总统就任5月20号，所以1996年的5月20号就是台湾独立纪念日，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，你在民政府里面当讲师，那接下来要接招了哈。如果1996年5月20是台湾独立纪念日，那519台湾独立了没？我现在的问法都是依据国际法的概念逻辑去问的哦。5月19号，台湾独立了没？还没独立啊，正在演进中啊，所以那不算独立啊。那我再追加问题啊，还没独立，请问它是属于哪一个国家？台湾属于哪一个国家？有谁能够回答？那么简单，我们就是中华民国嘛，对不对？那是中华民国啊，那还没独立，那就台湾属于中华民国嘛。如果属于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？是不是？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啊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干嘛再跑来台湾再独立一次？中华民国如果不是一个独立国家，请问他为什么拥有台湾？中华民国如果拥有台湾，为什么还让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？这个东西完全说不通啊。如果1996年的5月19，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不是民主的国家，它是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在追求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我们要找的一个咱讲的那个指标啦，哦，指标你也吹点，你就可以定位，啊，你可以定位就可以往前跟往后，但是。有谁找得到？所以这句话、这段话根本就是骗人的。啊、哦，过来，咱来问下。伊讲主张一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任何有关独立的现状跟动，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。请问台湾全体住民怎么定义？台湾全体住民呢？不是台湾全体公民呢？竟然公民投票是用住民来投的啊！你也知影住民是什么意思哦？殖民地的人民都是住民的，
简单讲就是国民。啊，你也知影吼，拿绿卡就是住民，拿公民就是公民。因为我有朋友移民过美国嘛，摕着绿卡，我讲你摕绿卡甲摕公民证有啥无共？伊讲公民证要考试啊，啊考试考了你阁爱宣誓效忠美国啊，啊宣誓效忠美国，伊刚分互你一个公民证。你才是公民，哎，爱宣誓啊，哎呀，啊，你才考试呢，毋是讲你要做美国人就来做美国人。啊，最近哦，有一挂带出久的，要甲伊保留伊的绿卡。最近啊，迄最近发生，讲叫来用英语问，一堆人袂晓讲英语，就拢等。会晓讲英语的，没有无问题，用抽签的。保留，所以你要做美国人，唔学美国话，啊，要人做美国人，这个物件有问题啊，啥有问题？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跟动、逃检的前提的，已经不存在。你都不是主权独立国家，你要讲主权独立国家，全有关独立现状的跟动，那请问，我请问嘛？现状是什么？什么现状？到底是一个国家吗？还是殖民地吗？还是什么？来，第二条啊，这个很好笑啊。台湾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啦，没问题啦。中国片面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制根本不适用于台湾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啊，台湾如果你把它换成中华民国，啊，这句话就通了。中华民国并不属于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很对了。中国片面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制根本不适用于中华民国，很对了。中华民国等于中国啦，中华民国就是那个流亡政权，你们就回家，这个都通了啦。啊，你就是不回家，啊，常常绑架台湾人民，说我们也是中华民国，啊，台湾人民也被洗脑说，对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啊，就在那边隔隔离，这个隔隔离隔73年，啊，在底下在分别签证，所以。我们是台湾人，我们要不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？要不要？该不该？应该啊。日本有没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？有吧。美国有没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？有吧。全世界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啊，结果呢？只有我们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，为什么？因为说台湾应扬弃一个中国的主张，避免国际社会认知混淆，授予中国并吞的借口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，你这个台湾换成中华民国，这句话就通了。中华民国应扬弃一个中国的主张，避免国际社会认知混淆，授予中国并吞的借口。就是讲，你要跟人家抢中国啦，你就回到2758决议文啊，你要跟人拼中国的代表权，那全世界这个代表权已经给现在的中国，结果你还要拼，所以呢，你跟台湾人骗说你有做台湾的，其实你的体制，你那一件衣服就叫做中国。问题在这呢，那台湾人家己头壳想袂清楚，卡死在这呢，吼。啊，所以变成什么个？对啊，台湾与中国应透过全方位对话，伊就根本就无要跟你对话了。建立和平架构，啥 ？ECFA 呢？经贸合作和平架构，这个是 ECFA。1999年，民进党就在瞧 ECFA 的事情。一直瞧瞧瞧瞧到那些大学生在立法院占领
然后这边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在台湾的这些中国人，他们想要回祖国，你要不要阻挡他？要甲断无？伊要登记做公安，你要甲断无？无唔免嘛，咱就送转去就好嘛。咱惊是惊讲伊咧无想要转去，佫要甲关转去看。哎，若要转去，咱甲送转去啊。即问题是，咱是要甲送转去呢？人要转去，咱佫冒烟头，佮讲哦，你莫走啦，无你袂使呢。啊！你甲台湾、台南搭较有问题无？所有问题拢出伫咱身躯顶啦。来，这就是迄个独派六大见解。独派讲有六种看法啊。台湾已经主权独立，不必再主张台湾独立了，怎么样？台湾主权已经独立，你太多跟任何一个国家有所谓的政府的建交，有一个驻外大使馆，你得看出去的东西，中华台北驻台办事，驻马里的办事处，跟驻什么巴拿马啦，驻那个圣法比西斯上面，那点有诶无诶，你连听有没听过一种布吉纳法索，什么你有听过？你等我，你嘛唔知道。哎呦，拢是啥物？中华台北啥物交流办事处，拢是迄种名称，伊就毋是大使馆。伊讲台湾主权已经独立，即第二条吼，已经主权独立，名叫中华民国，看着鬼啊！中华民国什么时候开始的？1912年嘛。啊，1912年，跟台湾什么关系？台湾那时候就是日本统治的啊。讲，印照了咱家说变成台湾独立，名叫中华民国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这个就是蔡英文的基调，对不对？他的基调就是这样子。来啦，因为公法上，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，独立的国家，名叫中华民国，你就直接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好，你干嘛把台湾扯进去啊？他就是要绑架台湾人民嘛，我咱底下分袂清楚嘛，分袂清楚嘛。啊，你若要分的时阵讲，莫安尼分啦，你这种族种，迄个啥物啊，迄个族群分裂啥物货？那可能二八啊，你那分裂族群呢？啊，若讲个南京大屠杀，我气不愤。哦，当年哦，他们日本鬼子啊，那奇怪，明明拢是屠杀事件，那现在讲个二八，你就讲种族，迄个。种族区分、种族冲突啊，讲到南京，你就拢无代志，你就义愤填膺，奇怪。所以你要从那个思想的里面有什么？不然讲放下你的意识形态吧，放下你的意识形态，拍谁啊？每一个人都有意识形态，你不可能去除那个意识形态，你只能丰富扩大你的意识形态。让你的意识形态有更多元的方向去，让你去理解别人的意识形态。你不可能去除意识形态，所以然后我不信神，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。你干嘛有个攻击部位正确吗？他可能不信神，他没有宗教信仰。他相信他自己，所以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神，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宗教信仰。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，当你没有意识形态时，你就是死人，死人就没有意识形态，因为你要把他自己随便乱搬，他都没有意见。你要把他火化、土葬，你要把他什么？方法放在他都不能表达意见，啊，那叫做意识形态，哦，啊，你要听这些天真的说法，啊，政治归政治，音乐归音乐，政治归政治，艺术归艺术，政治归政治，体育归体育，有无？你听对无？所有的东西你根源碰到的就是政治啦，哪有可能让你体育归体育？
啊，最近有点没政治归政治，面包归面包，不合，靠可怜。第三条，台湾在国际地位上、国际法上的地位未定，但依人民自觉的潮流，台湾主权应归属台湾人。刚才刚定，安尼讲就刚定。来，我跟你讲吼，这个语句我们稍微换一下就好了。啊，我们稍微换一下，你就会知道刚定了。有一个东西啊，一台船啊，哦，一台船啊，一台船啊。这船啊有一个主人，啊，叫做郭台铭啊，也叫做跟郭台铭。啊，咱是开船啊啦，咱去顶边开。啊，这船啊顶边，伊是迄个游艇，伊是迄种会当去顶边食千人佚佗迄款的啦，哦，咱拢去哩。啊，就伫遐宣称，这一条船是属于这一条船上的人。我们应当把这条船归属给这条船上的人，干爹。这条船有一个归的持有者吧，所有者吧。顺应世界的潮流，依照船上的人民自觉，这一条游艇的主权应归属这条游艇上面的人，干爹。你把原来的主权者杀掉了吗？把它去掉了吗？为什么可以宣称台湾澎湖是属于台湾的？你说啊，那个联合国的什么宪章第七十几条里面有写到，人民可以自觉，是不是？你那是无主地的会使，无主地是啥物叫无主地？这块土地的上方没有人殖民过，没有人在这边建立主权。没有，曾经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单位、组织、国家使用过这一块地，有一种地无，有无？有啦，你火山爆发出来迄种，你去找看卖有无？都会使啦，都会使。来，第四个，事实上台湾是一个国家，但尚待法理上的完成。刚点。我们是一个国家，需要法理上的完成。第五，台湾是美国未编入领土的地域啊，哈，台湾应向美国争取独立。哎，这条刚没卖哈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向美国争取独立呢，他看我们得无？一堆人要申请绿卡，要成为美国人。啊，你的意见是美国的地域啊，你搁向美国争取独立，算不考考派你？直接宣称我们就是美国人，啊，直接变公民，安尼得了啦。啊，以后就一个，哦，林书豪参选美国总统，全台湾2300万，投票率100%，基本票的2300万，干嘛啥呢？所以。你想，这种讲法拢有瑕疵的，拢有问题的。哦，来，第六，台湾已被当作中国的领土，被误解为中国的领土。咱啊，哦，咱的台语蛮烂，咱应该发表《台湾独立宣言》。这个逻辑上对的，但是法理上面是错误的。台湾已被当作啊，是吗？不是吧？被误解是吗？我被误解是名模的先生，那我是名模先生吗？不是吧？我看到了你的脸很像郭台铭，被误解为郭台铭，你是郭台铭吗？不是吗？啊，我们被误解、被当作啊，是吗？不是啊，啊，所以你在干，你在发表什么独立宣言？所以你若甲检验着着吼，我分去啦。台派，那大家不清楚就变安尼。有啊，即摆有一派主张咱是属地，台湾偏好属地，中华民国领土。
问题是中华民国已经翘起来，哦，啊，讲翘起来还袂断开啦。来，咱来看这啊，继承的观念啊。大清帝国1895年，把台湾澎湖割出去，这是国家割出去哦，这是大清帝国的皇帝把台湾澎湖割让出去。吼、哦，大日本帝国皇帝，啊，我拍输啊，啊无我这个破链，足珍贵的破链，打落来，摕予大日本帝国，啊，所以就变大日本帝国皇帝的物件嘛，咧属于伊的嘛，啊，搁签和平条约，签落，为着两国以后袂搁发生战争。咱签这个和平条约，这件代志签这个和平条约到这煞啦。和平条约的意思是安尼啊，咱拍拍哦，安尼咱有赔啊有去，安尼到这煞。迄、那个和平条约就是迄个战争结束的意思啦。大清帝国已经割出去啊，再来，雄雄有一天，大清帝国中国拍落去啊，中华民国变起来啊，继承伊的所有的物件财产，请问中华民国？伊有台湾朋友吗？无呢。结果呢，中华民国1945年，不是1912年，一直到1949年，20几年尔。结果夭寿早死，予因囝中华人民共和国白个继承。中华民国无台湾朋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敢有台湾朋友？无呢。你安尼三块拢无，啊！你台湾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共产党还搁咧欺骗恁中国人民，哎，中国人民站起来啊！中国人民要站起来！你们的政府在欺骗你说台湾澎湖是你们的领土呢？啊！你们都被骗了还不知道？啊！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啊，两边拢咧骗，这骗人的吼，走来咱遮骗讲咱赢的，啊！这个骗人在地讲咱赢的。到这个国家的政府教因的人民讲，别人因兜拢因的，到迄个政府呢，介奇怪嘛吼。好，啊所以对照咱来看，台湾甲澎湖，甲中国无关系啊，无关系啊。啊咱来反映，咱若安怎样？咱若国际地位正常话，咱会中国会拍来要安怎样？咱会安尼行也是正常的，因为。伫台湾的亲中的遮个媒体吼，拢甲你恐吓。自1996年第一摆总统选举，迄阵我毋知影国际法律嘛，我嘛去投啊，我投彭明敏啊。然后我感觉民进党较有救啦，会当救台湾啦。我就是安尼感觉的啦。我有投票权以来，一直到我放弃投票这件代志，我全部拢投恁的啦。后一摆吼，无想要投你，我投恁土黄色的啦。结果后来才知影，1996年，迄个时阵，国民党拍安全牌，怎样安全牌？伊讲吼，选了民进党，阿强来拍飞弹来啦。后来，李登辉老先生是讲一句话，打那个是哑弹，有无？打那个是哑弹，啊，结果安插你里面的一个失败，当去用掠去。打那个是哑弹，啊，意思是啥物事？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在演戏给台湾人看，哦，怕了，但啊，惊未？惊嘛？惊啥物事？惊散，惊无钱啊，惊巴肚枵。所以咱来看这几项问题啦。所以你若参加民政府的人，做侪人朋友甲你讲。趁钱食好饱较重要啦，你买个要创啥？你就会拄着这种个。当然，像普遍话咧认知，因为咱话地理做会较重，地理做会较重。来，挂掉阿德罗阿妈，啊你看，这是法国人的地图呢，啊是咱这边无去，啊袂会啦。因为你无经过，所以你也袂会嘛。哦，我过去帮我来讲这块，像咱这块无。
想要给你。哦，问三人想要给你，啊，问是安怎想要给你？问是安怎想要给你？美国加州的人敢有想要给你？美国德州的人敢有想要给你？是安怎台湾想要给你？独立是啥物意思？是啥？哦，是啥物意思？咱即摆来讨论啦，独立到底是啥物叫独立嘛？独立就爱先问你的祖国啦，就是讲啦，独立的前提一定要问祖国是哪一个？祖国就是前提吼，来，我使七百个分啦，但是无人安尼分，我即摆是要甲你讲，伊有一个从属关系尔，哦，你若是殖民地，你就有一个宗主国，你若是一个美国的一部分的领土，你的头前，你要独立，你有一个母国，你要从一个母体独立而出，这个称为独立。哦，所以台湾独立，你要去想这个问题。Dependent， 一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这种状态就是 dependent， 依赖，因为伊内底氧气、养分都是透过脐带。所以脐带是跟母体连接的，当他出生的时候叫做 independent， 就是独立。这个英文的名字就叫做独立，一跟母体切断了，就是独立了。那你第一独立，是用哎长大成人了，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家来讲的是，他有没有从依从母体的关系？他有一个依从母体的关系。好来，加拿大魁北克，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的一部分领土，它的母国就是加拿大，所以这个蓝色的部分，它想要独立魁北克省，为什么它想要独立？因为英公翻译法语，因为法国的移民拢底下语言不一样，思想就会不一样，所以国民党来的，要把你的语言改过，改做英国话的语言。盖过了，你的思想就差不多，伊就会当甲你控制。所以像我演讲一直坚持，尽量坚持用母语，因为你用爸母话咧讲的时阵，你的思想就会当去分别、区别出来。好，你如果你会用你们自己家里的母语去学，你去学啦，学出来，你的思想你就会有分别啦。啊，这阵人，伊想要独立。想要独立是干那语言的问题尔，文化也好，即个天然资源够多，所以魁北克省伊想要独立，所以伊若办公投，伊拢是加拿大的公民哦，公民才能办才能投公投嘛。伊办公投的题目是啥物事？你是否同意魁北克省独立？是或否？伊若投是，达到一定的水准，他公投过。他就独立。如果是不到水准，否，那表示什么？维持现状。啊，什么叫现状？现状就是他属于加拿大的一部分领土，这就叫做你的现状。伊不是他的投，他的公投不是我是否独立 ，yes no， 或统一 ，yes no， 无，他不存在的统一的问题。因为它本来就是加拿大的一部分，所以你们统一啦，都有独立无独立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咱来缩小，咱来看，咱的爸爸妈妈，咱跟爸爸妈妈，这样跟爸爸妈妈一大人住做伙嘛，啊，我是否同意出去家己食头路、趁钱、租厝、家己生活？是，你就是出去。否，就是倒的。比如说，我在投一个，我要跟爸爸妈妈住，我因为本来就住在里面。好，哎，分得出来啊。好，我们国际的例子就继续看下去。来，红色是早期大英帝国，哦，大英帝国的殖民地。哦，你看这红色的部分哦，加印度，哦，啊，这南非、澳洲。纽西兰、加拿大、
较早美国嘛是哦，因为伊独立战争，所以他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。好、哦，来，独立这个是二战之后，大英帝国的各个殖民地开始有了他的独立的运动。哦，所以印度也独立了，澳洲独立，一个纽西兰独立。可是很有趣哦，澳洲的国旗，它的左上角是英国国旗，请问它独立了吗？什么叫做独立之后回归？他们还是同一个大英，国协的一派人就对啦，因原来是拢属于大英的啦，所以因变作兄弟啊，各自独立，但是也都是同一个家族啊，哦，同一个家族。啊，这红色是啥意思？红色的就是制度无同款。那些的就是因拢选总理，因拢是总理，啊无就是这英国家，因是选首相，总理甲首相的头是啥物啊？英国女王。但是红色的都无女王啊、哦，红色的叫做 Republic of Ireland， 这样，咱来看啊，英文哈。来，这个红色的是这个，这个叫爱尔兰。大不列颠王国哦，不是大英帝国。大不列颠王国，它叫做 Union Kingdom，United Kingdom， 就是 UK， 就是联合王国。什么叫联合王国？它以前有四个 nation， 四个 nation 是四个国家啦。nation 哦，也翻成国家。Country 也翻成国家，有什么差异 ？Nation 早期哈就是一个民族啊，它可以称为 nation， 就是 England 就是讲英文 ，Wales 就是讲威尔斯语 ，Ireland 爱尔兰语，叫 Scotland 苏格兰语，四个早期的国家，他们都有一个国家的国王啊，而他们。合并联合成一个王国的时候，叫做大不列颠。所以呢，那个在他的英国的时候，他又叫大不列颠。他们一直搞不清楚那个是什么东西。大不列颠王国的是这个联合王国，英文叫做 Britain 啊 ，Britain 不列颠啊，以英国做头了，以英国做头。啊，经过二战之后呢，爱尔兰就出兵。爱尔兰的南部还有这一块，它就独立，从大不列颠独立出来，他们变成一个 Republic of Ireland， 这嘛是一个国家哦。但是呢，大不列颠是四个 nation 哦，结果一个北爱尔兰、苏格兰、英格兰跟威尔斯，因都属于大不列颠王国。前一年、前两年。苏格兰他们想要投票独立，他们想要投票独立，脱离大不列颠王国，所以大不列颠是他的母国、宗主国。但是投票有没有过？没过啊，没过。现在有人讲啊，啊，这英国女王这已经虚位化，已经无效啊，已经无效。赶快的讲法，有人讲啊，天皇现在已经没有实权啊，无效啊。不好啊，哦，不好，来，苏格兰，你去查，你去查资料哈。苏格兰要投票的前夕，英国女王出来讲话。英国女王说：“我们是同一个家族，同一个国家，不要分开。希望那个苏格兰人投票的时候审慎考虑，审慎思考。不打鬼，哎，他们就同一个家族。”二，来。这拢是重点，我要讲的是这个，叫做德里嘛对吧 ？Iron of Man， 你来上网查，叫做人的岛，人之岛。这个不属于苏格兰，也不属于北爱尔兰，也不属于威尔斯，也不属于英格兰，它属于谁？它有一个独立的议会哦，它有一个独立的运作政体哦，它属于谁？它属于皇室。皇家皇室的一个岛，你上网查，好、
一个人之岛。这个事情我上网查了，我知道，我去问英国人，正统英国人，金发碧眼那种英国人，真的，我说你们的这些是 nation， 为什么是 nation？ 他说啊，我们都有自己的母语啊。哦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那为什么爱尔兰又分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共和国？伊跟我讲 ，Republic 是什么意思？北爱尔兰 nation 跟大不列颠王国，他们有头啊，伊跟我讲有头啊。因为昨天大家讲，我们有一个那个英国女王啊，伊讲 Republic 跟爱尔兰什么鬼？伊把头砍掉，伊把阿比啊头砍掉，就是讲他们没有那个共主，应该是有共和制的。大家来讲一下，啊，推选出一个总统啊，其他就是选总理，啊，选首相，英国首相哦。啊，所以你也注意哦，但名称上面是首相是总理的，表示已经够头，啊，那总统都不头，哦，总统都不头，好，来。有人说台湾的朋友是天皇的这种说法不成立，这点道就是咱讲是成立的，因为这点道就属于皇家皇室的。啊，你问哪个来？皇家皇室，皇家皇室内底有女王，啊有迄个王子，有公主，有伊的孙啊，干那孙，将来要属啥物人？看啥物人今仔做王就属啥物人。就是这样，谁做王谁就属谁的。来，克里米亚，它是乌克兰的一个省，他之前不是也说独立吗？公投嘛，所以他公投成功了，脱离乌克兰，独立成一个克里米亚国家。问题又来了，普遍的欧洲、美国不承认这个国家，不承认这个地方的公投是成立的，为什么？我来想讲啊，美国是民主的国家，为什么会反对人家公投？不是反对啊，公投也要有合法程序呢。公投不是讲你只要想公投就公投的呢。你要知影，因公投的时阵是苏联的军队直接甲你压掉的呢，苏联的军队来接甲你喊的。所以你若台湾办公投，你就分去啊。台湾办公投边啊中国，台湾内底有一群人讲伊是台湾人，有一群人多数人讲伊是台湾人，伊嘛是中国人。请问这种物件投出来敢对？分去哦，真正分去哦。加泰罗尼亚去年因的议会宣布独立，西班牙的政府开军队开车进，很镇压。选择比赛，民主自觉啊！选择比赛，您若要独立，您的国家应该超出前线多少？我的重点是，加泰罗尼亚伊若独立，就是对西班牙脱离出来了。伊若是无独立，伊就要搁属于西班牙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领土，这叫做独立啦。台湾回去啊！台湾的对的努力，台湾的中国就是国，台湾的美国就是国。当台湾要独立公投的时阵，请问你的预设国家是谁？你的预设国家可能是中国呢。等咱投无过，中国讲啊，你看，迄台湾人民啊，伊就是爱我统治，伊讲，伊安尼表达讲。伊是我的一线啊，所以呢，我分队开来，我要甲我的领土接收。投无过变安尼哦，投过，哦，投过，反分裂法，所以我出兵要甲台湾攻落来。所以咱来办公投啦，独立公投办落来嘛，就是战争。你爱知影？啊，办落来你爱知影？你甲美国讲啥物意思？我无爱你管，我无爱你食。啊，美国若要出兵，中国讲，你伫咧创啥？
这是台湾人民自己选择的。你美国是在做什么？你公道路就站了。所以我们对这些，咱对这些人来看，加泰隆尼亚跟克里米亚的人来看，公道站了，都吃辣了。你这些台湾民众，你还不知道说独立是什么意思，不知道公道是什么意思，你现在给创的。是啊，美国政策啊，变啊，那个公投要买武器，要什么防御性公投，啥？美国也动，国民党也动，你知影啥物原因啦？因为甲投的吼有分歧啊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到这，希望大家赶紧，甲唔知的人讲啦，吼，甲唔知的人讲啦。啊，若甲你伫遐一直怒的吼，一直火，一直坐，迄两面开始干啊，甲迄种较容易接受的人讲，吼、哦，最近迄个一个新闻解出名啦，我唔知影是哪一个新闻啦，讲韩国瑜吼，讲伊的政见若要发表吼，若要先讲要达成伊的政见啦，伊讲我甲日本统一，奇怪，靠，迄个新闻走出来，我想即卖新闻已经足变化足紧的啦，有足侪信息咧。你等风向潮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就爱去观察，讲这背后到底有啥物意思。啊，嗯，那咱大家，现在咱若看好些简单去理解，恁即马看新的新闻，你就会当去做判断。吼、哦，好，希望大家加油，努力，多谢。